然后看一下这题哦，它做一个等比，首项是二，把第一项、第二项、第三项、第四项乘起来是二十六次。问你第五项、第六项、第七项、第八项乘起来是多少？其实看一个等比哈，麻烦你先算谁？先算公比好不好？题目强调把第一项乘第二项乘第三项乘第四项乘起来是二十六次，对不对？你就按照题目意思，第一项是几？二。第二项可以写成二乘 r， 行不行？因为第二项比第一项多一个 r 嘛。第三项再多一个 r， 变二乘 r 平方。第四项再多乘一个 r， 变二乘 r 三方，等于二几次？十六次。所以说，告诉我乘起来这边是二几次？四次。乘上 r 几次？六次。等于二的十六次，这样行不行？之后把这除了一块，把这乘的一块变什么？除的，除以二的四次，行不行？相除次数相减，变二几次？十二次。好，写到这边求 r 怎么算？其实你观察一下，这边是六次，对不对？这十二次怎么办？其实你观察一下，这十二次可以写二两次再六次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对照一下，这六次六次有没有一样？有，所以 r 就是二的两次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写到这边之后，来第二件事情，今天要求多少 ？a 5乘 a 6乘 a 7乘 a 8行不行？当然，你可以用最暴力的方法 ，a 5是几 ？a 1乘上 r 4次 ，a 6 a 1乘上 r 5次。A 1乘上 R 6次 ，A 1乘上 R 7次，慢慢去算，很好，这样行不行？但是这边哈，我会这样算了，好不好 ？OK， 为避免哈，我老师这边老师会这样想，怎么想？什么叫 A 5 a 5比 A 1多几个？多四个，所以 A 5等于几 ？A 1乘上 R 的四次，行不行？同以 A 6比 A 2多几个？多四个。所以 A 1乘上 R 四次 ，A 7比 A 3多几个？四个，对吧？哈，行不行？所以说你看一下，所以说 A 6是 A 2乘 A 2乘上 R 四次 ，A 7是 A 3乘上 R 四次。同理 ，A 8比 A 4多几个？多四个，它等于 A 4乘上 R 四次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写到这边说，它等于 A 1乘 A 2乘 A 3乘上 A 4乘上 R 的。相乘次数相加是几次？十六次。所以告诉我 ，A 1乘 A 2乘 A 3乘 A 4乘起来是二的十六次。R 是几？二的几次？两次再十六次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所以说，老师可以知道次数对次数内外相乘，所以二的十六次乘上二的几次？三十二次，这样行不行？相乘次数相加，所以说变二几次？48次。OK， 把这边看一下。